你说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摇东西。你摇什么东西呢？我摇蛋蛋。你为什么要摇蛋蛋呢？摇蛋蛋给你。你现在煮菜菜是吧？嗯。那有没有加盐巴呀？什么盐巴？你有没有加调味料啦？有吗？你说这一台有？对啊。那我先加一点白色。嗯。再加一点 pink。pink， 嗯。OK。我在煮米粉。煮米粉啊。好啦，那你自己要不要吃啊？你自己要不要吃啊？不要，我要多，我都是给哥哥、爸爸、妈妈吃，真的。煮的嘞，真的。爸爸，你什么都要吃。好了没有？我要吃的。好了没有？肚子饿了，好饿哦。快要好了啦。你好忙哦。是啊，洗手刷了是吧？不是，我只是要加东西而已，加鱼肉肉饭饭，不是吗？嗯。爸爸，你要吃吗？看你煮的好不好吃啊！你煮的很难吃，就不能叫爸爸吃哦。这样要干嘛？为什么要摇身体呢？好了吗？还没。我肚子饿了耶。我还没煮好啊，等一下我煮好了再告诉你。你先玩。好。你先玩，然后我煮好的时候再叫你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煮好了。煮好了吗？快要煮好了。嗯。爸爸。有没有瓦斯啊？爸爸煮好了。哦，好。爸爸炒米饭了。好，我看菜煮的怎么样？哇，有鱼耶！我看看，啊，好棒！谢谢小双双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你还是一块当汤匙哦。爸爸，可以帮我拿汤匙吗？我的汤匙快。